事儿吧。这儿，为什么我没能照顾好你的孩子？哦，原来你这么在乎我的。喂，很好玩吗？哎呀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们滑滑梯下来的，孩子没事儿。你也不能有事儿。哦呦，不准挨喽！说什么呢？算了，没想到琴谱下面还有一个机关。啊，我们该怎么出去呢？对了，绿起夫呢？哦，在我这儿呢。我们出去以后就还给崔老爷。再说吧。这首歌，我就本能的哼了出来。怎么了？你听过？没有，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歌。那真儿最近是不是心情不错？哎呀，还行吧，吃得好，睡得好。那就难怪了。难怪什么？难怪那么重。这样就生气了？不是因为你笑我胖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只是觉得有点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殿下你什么都不记得，只有我一个人的感觉。怎么会是你一个人？这几天你过得开心快乐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以前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重要，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对你来说也很重要。只是你不知道吧，说的对，现在开心也很重要。这边好像有风声。屠四爷，你做这个动作居然就是为了听风声？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有风声，就证明有出口。没什么。那我们走吧。你又干嘛？腿软，走不动了。别闹了，不然天亮都出不去。